好，这叫本本，这叫本本，这叫本本。我昨天答应本本的。其实我有点想叫小蝶，只是本本就不行了。可以叫青青吗？我操你妈！你吃我阴茎啊！干你啊！呀，我要先存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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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拍个现实动态，我拍个现实动态。第三只伙伴，狩猎凤蝶。干你不要在我拍现实动态刷脚，我这样超没品的。干你啊！不是这样我，随便了，干你啊！所以你他妈在弄小鞋垫，他妈刷假文干我，他妈下次真的会去你家干你，我是认真的，我真的会去你家他妈的干你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就做封面图，我现在就做好，先做好封面图。你他妈再弄，我就绝对去你家干你，你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，我物理上干到你他妈还觉得很舒服，然后从此之后你就觉得，我干我好舒服哦，我喜欢上男生。你这样看我没有穿裤子，我会很兴奋。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脑中想的都是你的屁。YT 健干什么性暗示？我是同性恋，我政治正确啊！我看这有点这敏感，这现在人有点多，我不能再这样讲。啊，你还不对，现在人有点多，我觉得这社会时代变很快。我还记得我之前我跟尊刚认识的时候，他都很排斥我，我一直弄他或闹他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认识的过了几年之后，干有一次我在他家沙发上睡觉，是认真的，我在他家沙发上睡觉，然后就干他真的拿假屌，然后在我脸那边弄，然后我就干从小，然后拿假屌打你啊，哈哈，啪啪啪啪啪，认真的，不是他之前不是这样的，之前都是我在弄他，啪啪啪啪。杨米，谢谢杨米的陪伴，我觉得应该给杨米一个尊重，他陪我在那边1000多场了。我太难了。哦，舒服。哦，干，戒不到3天，干3天很厉害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我上次戒烟我维持了多久吗？3小时，而且破戒的原因超智障的，就是起床打个手枪，突然觉得我感手好痒，然后就抽起来。我不戒了，我刚刚说过，我只要刷到4、5的就不戒了。我加10小，然后不戒了。我努力过嘛，至少我努力过啊，我努力过了。因为跟加10小的干规则，我定了，你们去错我鸡鸡啊，妈的嘞！这样怎样？我开台啊，你们爱看又爱讲，全部去吃我屌了，全部下去了。对，加10小 ，Oh my yeah， 好爽，再见，各位去吃大便哦，吃大便哦，吃鸡鸡，吃鸡鸡，我要他妈大麻抽太多，但这是纸会变硬哦，太废了吧？但本本你纸会变硬哦，你让我变硬哦，我一定要变硬！本本的样子，进化了，进化了！超好看！干，我真的很担心一件事，我很担心他妈的，我在弄到色尾的时候，干突然有人抖假文，然后我操你妈的，影片剪不了。好玩，好玩！你看你有你吗？有！本本有你，本本有你，本本有你，你是蝴蝶，高兴吗？你满意吗？本本，亲爱的，你满意吗？你说我糟，干我没有睡着。谁能想到这是个男儿身？我以为大家都知道他是男的，本名张俊本。开刷喽，这边该就有了吧？还第一只色尾，有没有可能100次以内中啊？干，我觉得100次以内中，我觉得我就可以接受了。我就有望在艾尔宙斯之前刷到了。老师，我发现一件事啊，我觉得你们玩这个 Pokemon 的时候，你的那个神奇宝贝，你不能取你朋友的名字。像你看，我把朱玉恩丢出来，然后他就说跟我说一些很 gay 的话。你看。他等一下说很 gay 的话，他会先撩两下屁股说很 gay 的话。干，他在等待我的指示，你有看到吗？朱玉恩在等待火火放的指示，那看起来超 gay。之前很讨厌你，但你最近越来越有料，我可以成为活宝吗？没事啊，我跟你讲，大家如果你们可能在职场上啊、学校里啊，或者是社会上人缘不好，会被大家讨厌的，你就拍自己的裸照去外流，然后大家就会喜欢你。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，微笑着面对它，消除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恐惧，坚持才是胜利，加油 ，All the game， 加油 ，All the game。那我脸在哪里啊？干我脸在哪里啊？我找不到 OBS 的脸，要被小玉换走了！操，还我脸！我说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干！叮！干尊，你他妈鸡巴！你喝酒
尊你，你操你妈！干，我发誓，我他妈李玉群在这边发誓，下次我见到人生肥宅尊本名朱玉恩，我他妈一定尿在他脸上。哎，干杯！哎，奥利给！好，晚安。Chicken Blacky， 我真的想刷色尾，我真的想，我真的想刷色尾。哎！八九台操你妈，俄罗斯哥哪是八九啊，俄罗斯很高尚的，俄罗斯哥很好玩的，我要分享俄罗斯的 Chicky Blicky 文化给你们。这不是八九，虽然都是慢摇，只是你们不觉得俄罗斯啊他那个舞就很厉害、欸、俄罗斯超欢乐的，你看那边超好笑，你们看他把他打到你这边，这小孩好嗨哦。我问你们，你们有没有就是认真突然就是在你们发完疯中，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发疯过嘛，就是在突然发完疯，然后回头过来看，干人生到底怎么了？那回想起来干很可怜呢，他妈的过气，然后干裸照外流，然后他妈现在就只能在那边开台凑人，然后凑人就算了，然后还要被说、哦、干他就这样啊，好可怜哦。那他妈的到时候干真的闹大了之后，干还要被说蹭热度，那蹭热度我就拍片了，谁他妈想来这边干话、啊？干鸟，我不是这种人啊，操你妈，你们不要误解我，不这样真的会被新观众误会，我不是假，我很正常，我他妈没有乱讲话，我喜欢男生，欸，吃鸡鸡，欸，好吃，很好吃，鸡鸡好吃，哇呼，啊，哟，洗手，拉西拉米，谁考？你们有因为好奇，然后真的买跳蛋，然后把它塞到屁眼窟？哦，没有，我在开玩笑，我只是想要乱讲话，没有，不是，我开玩笑，我开玩笑，我不是那个，没有，不是，等等，不是，没有，我没有，不是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就问，这是问句，没有啦，我朋友啦，我朋友。干嘛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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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！欸、我发现这问题很糟糕哎，干我已经把吃鸡鸡啊、屁眼啊，或者是我喜欢男生啊，或者是干你俩跳蛋啊、假屌啊那些当成我也觉得蛮好笑的东西，我很怕说我真的觉得好笑，然后在过年啊亲戚来我家，然后亲戚聚会，然后每一个亲戚都会无聊的时候突然讲个笑话嘛，然后他们就讲说哎、欸、那个什么，最近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吗？因为你网红嘛，就是我们小孩都在看影片，我最近就是在吃鸡鸡就干，我被影响，这真的会被影响。啊、不是、啊、我真的每天开台都在麦在讲假的东西，干为什么会变这样啊？不是、啊、我是真的干，我是在刷色尾啊，我初衷就是刷色尾，顺便想说跟大家聊天，然后我可以把时光画面下载下来，然后有人跟我互动，自己刷比较不会无聊，不然我单纯这个最刚开始的想法就是哦一个 YouTube 题材影片，然后自己荧幕录影边看电影边刷，然后就干他妈的，我觉得我的笑点变得很奇怪、欸、然后那种平常的玩笑啊，比如说点歌啊，或者是说什么哦起立空干，我都觉得没有那好笑吗？就哎、欸，吃鸡鸡比较好笑。突然讲话讲到一半，然后扯到说哦，我想强奸棉屁眼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笑哎、欸，好奇怪哦，干你很奇怪。因为我觉得在这之前，我还是要先跟尊传一下，说我爱你。这样子，假如说真的不小心出事了，说什么我不尊重假，或者是我不尊重同性恋，我还可以给他们看截图说，哎、欸，我每天都在跟尊传，然后有在交往，所以你们要尊重我哦。那还不尊重我耶？尊，我爱你。今天我开台很开心。很开心你能来看我，希望下次还能跟你互动，今天效果不错哦，爱你。我先继续刷色尾，晚安。究竟这三个人命运的安排，还是情感的纠结，亦或是另有隐情，真相到底是什么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欸、会不会到最后那些觉得我在不尊重的人都很混乱，觉得我到底是不是假？我可以诚实跟你们说，干，我现在我自己也很混乱。干尊，你结婚不要发喜帖给我，我会在你结婚典礼上干你，会把你的西装裤拔掉，然后在新娘面前干你。我前面还会假装很正常，就是我红包会包一大包，然后拍个片，然后真的感觉哦，干你终于结婚很开心。然后到最后一刻的时候，我会到台上把你裤子脱掉干你，然后我还要干到你很舒服。干，我不是假啦，这是误会，我不是假。晚上没有小胡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晚上没有小胡吗？那、啊、不行，我觉得我先睡好了。小胡吗？晚上不能刷，那我先睡了。晚安，晚安。